改回一般板子。我只有到办公室才会做一点事情，直球对决，我就还是回你的。嗨，午安。应该快四点，3:55。这件事两三年前他给我改的，是一个小姐，她两个姐妹都改。那她是说她想要把它改回一般板子。她说她电动坏掉，她可能就坏掉不想修。但是怎么坏我不知道，我来帮她检查看看。那这个是她的轮架。旧的轮架，哦，旧的后轮架，哦，板子也没电，哦，板子也没电，板子没电的话，我觉得他们这种故障原因呢、啊，应该都是电池的问题。来，我来检查看看。电池死掉了，电池完全没电。我随便弄一颗电池上去就可以，可以动了。不过遥控器没电。好，我觉得我要先跟他讲一下情况，因为我觉得拆掉有点可惜，因为他电机主机板都没有坏。现在是电池跟遥控器，因为它放太久，电池坏掉。好，先这样。Last night I felt the storm coming fast, it broke the wall, scattered glass across the floor. I know this is the final war. There's no use trying to pretend. There's no way to comprehend. No way back, no way to mend. This means we have to end.Take your brokenness and go.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There's no forgiveness in these eyes. Been down this road too many times. Take your brokenness and go. Baby, I can't fix that hole. I'm done being the target of your crazy lies. Do what you can to save your life. 好，晚安。6:10，对，今天礼拜六下午，对，早上在家里看那个《The King》第16集，对，终于结束了，追了几个月，应该有2-3个月有吧，对啊，很好看的一出戏了，但最后那个半小时有点拖，有些朋友我看有些人在 FB 讲说，哦，那个好拖戏，可是我觉得他不得不这么拖啊，你如果就草草结束，可能也有一些人会不满意。反正这出戏卖的就是男主角帅嘛，
那还有就是他的题材，对啊，不错啦，我是觉得蛮好的一出戏。那昨天我们又开始追另外一部叫做《夜食男女》，那个是爱奇艺上面的，也是偶然转到，我老婆转到的。我的题材也很奇怪，那改天再讲。如果我继续看下去再分享。然后今天，我到过中午才来啊，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每天都还是会来，真的，我如果待在家里，我就是赖在沙发上睡觉，看电视看到睡着那样子。我只有到办公室才会做一点事情。我这是铁炉的水，是刚刚煮的。然后后来我到办公室，因为我在捷运上都看到有一个咖啡频道，一个韩国的女孩子，她很会拉花。我看她在拉花，我看着看着想，好久没有泡拿铁，所以我出站的时候买了一罐小罐的牛奶。那为什么我最近比较少呢？因为夏天比较少喝拿铁，那每次买一罐就那个牛奶会坏掉，所以我现在就买小罐，然后就过瘾这样子，久久喝一下。拿铁还真的蛮好喝，用那 espresso 这样子拉花，但是我没办法每天喝的，因为夏天我不太想喝那么多奶。冬天比较可以，夏天我没办法。然后刚刚有一个女孩子，我记得我前面有拍，就是她送她的滑板来，对，她是要我帮她拆掉。那我检查了一下，其实她坏的不严重，就是电池坏掉了，拆掉是有点可惜。不过我在想，她应该是没有时间了。这个铁壶煮完之后呢，你必须让水汽蒸发掉，啊，很烫，这手没办法抓。啊，配这个巧克力蛋糕，我女儿做。好，然后后来我看天气还 OK 啊，我就想啊，我要出去空拍一下，快闪飞一下。那本来还想要直播，但是我算一算时间，我光出去然后拍完回来，再加上我还要录这一段。时间不够，我就没有直播，就直接这样飞，我飞了一趟。那今天下午还有，其实不止下午，其实我常常接到这种讯息。像今天就有一位就问我说，当然他问的比较直接，他说如果我的空拍机不是跟你买的，我可不可以请你教我，跟你询问一些有关法规的问题？遇到这种问题，当然你直球对决了，我就还是回你啦。我就问他说，如果换成你是我。你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将心比心嘛。你知道我在卖，但是你跟别人买，但是有问题，或者是你觉得很想要我教你，那你又跑过来问我，那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处理？我这么问他了，结果他回复我是说，他说你应该会很忙吧？哈，拍谁？对啊，他是很客气的，他是很客气，但是我觉得人跟人互相呢，要是我不好意思这样子，例如说我东西不是跟他买的，那我知道他有在卖。我不会要求他教我，可能是因为我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比较没办法理解啊，对啊。然后我就回他说，应该是要问说，为什么你买的时候没有想到？哦，没有想到，但是有问题却想到，但可能也有时间先有，也许他不知道我有在卖，所以他先买，这也是有可能。但是经过这一次，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然后我现在飞空拍，我都用 Android 手机，我现在不用 iPhone。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讯息真的太多。我刚刚就有预感，我在飞的时候啊，不是问我说哪里可不可以飞啦。例如说他到一个地方，然后看了 Drone Map， 知道那个地方好像不能飞，然后问我说这边不能飞，那往另外一边可不可以飞？其实那地方我也没去过啊，所以。只要 map 上面跟你讲不能飞就是不能飞啊，你硬要飞，只要 app 没有限制你不能飞，那你不要 po 影片，就这么简单。那不用，其实不用问人家，你就自己决定
想飞就飞嘛。哦，然后另外就是我在飞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哎，待会我要订茂源。像我现在在讲话过程中，那个 Uber E 一直通知我说运送啊过程，为什么要？我在飞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就问我说，要我帮忙订 Uber E， 因为他也要订，我也要订。他说我们要分开订，因为有些有优惠，分开订才有优惠。我说这样子好了，你那里有平板，我账号密码、信用卡通通给你，你去办。那我如果在飞空拍，如果我还是用我的 iPhone 的话，我根本没办法回讯息，变成飞一飞你就要停下来，要用 iPhone 回讯息。对啊，很忙哎，飞个空拍机也没办法安静。对啊，没办法，这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好，今天礼拜六，昨天我拍的那个毕业典礼跟烘豆子，我还没剪，但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内容还蛮有趣的，晚上再来剪。然后那个 Mavic 2 Pro， 我还是要预告一下 Mavic 2 Pro， 有活动，降价10500哦，单机降了10500块。那另外你们看影片是礼拜一嘛？礼拜一会有那个拥抱毯的团购，啊，团购连结我会放在影片的下方。好，我预计是在礼拜一中午12点多会让那个拥抱毯的影片上，然后那个团购的同时开始，连结会放在那个影片下方。那我现在这 vlog 下面也会放。那如果你们对拥抱毯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就这样，拜拜。跟想象的不一样，因为好难久没有说，有点紧张。晚餐，等，冒雨。他可以定高。带回来了，现在是一般的滑板，它只是说它会有6个洞，不过应该也不影响它滑行。好。